是 Jane， 很高兴能够参加我是新一代。为什么会参加我是新一代？因为我想唱歌，而我是新一代这个平台能够给我们更不一样的体验，更不一样的学习方式。希望我能够在我是新一代里面能够学到更不一样的经验，更多更给我更多更多的经验，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，去实现我的梦。这次是我第一次进 studio 录音啦，然后前一天晚上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一直怕自己准备的不够，怕自己准备的不好，然后怕忘词，然后有在看歌词啊，那一些重复去看练自己的歌词。然后来到 studio 的时候，就算是录的时候呢，校长就有尝试和我说，放轻松，多一点感情去唱歌这样子，然后。真的是做到比较轻松一点，还是很紧张啊，还是不太理想。录完过后呢，再听回自己的声音，就会发现真的是跟以前自己在卡拉 OK 唱歌是完全不一样。在卡拉 OK 会有很多的缺点是可以被遮掉的，比如是调到那个回音啊，那个 echo 啊，这样子就可以。掩饰掉自己唱歌的缺点。而在 studio 里面呢，你录的那个声音是非常清楚的，然后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你自己的发出的声音哪一点不对，哪一点不到位这样子。就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。是新一代这里他给你真的是不一样的平台，它不像是你普通在外面学唱歌然后参加比赛，他给你的是更多的鼓励，更多的意见，然后更多给你更多的勇气，他让你去实质的去了解到进入摄影室，进入 studio 里面录音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他真的带到你去参加不同的比赛，让你得到更多不一样的经验。这新一代真的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一定要来。我是新一代，我来了，你来了吗？